哎，如果我当时去了青你，你觉得我会第几名？啊？哇，这个问题，哇，这个好问题，哎，这个好问题，刘星，快说。我觉得要看你想往哪里去，就可以朝那个目标努力。刘雨欣给我那天给我分享了她的故事，她是从二十几名，突然间一直打翻盘翻盘到第一名。嗯，我有看你们节目。那你是奔着第一名去的吗？你觉得？没有，没有想过。就是反正我想的就是把每个舞台做好，这个是最重要的，不是为了哪一个名次，这样的话心会慌的。嗯，但其实你自己实力已经很强，还是有很多地方要学习。哎呀，趁趁那个等一下镜头播的时候把它放大那个样子。宋元飞，哎，这门有感应的，就是你要原地转十二圈，它才能开门。跳你哦，你哦。OK。如果他觉得你过关，就开门。你跟我一起跳。三二一，你哦，你哦。斯芬克斯米咒，开门，开门。别这么快，开门。不行，过不了，再来一遍。等一下，我找一下你们的音乐，好不好？好。拜拜拜。五六七。哎。跳得太棒。有感觉，有感觉就对了。今天双十一的主题，还有预约的客人是 KOL， 因为今天没有 Grace， 平常 Grace 是金牌销售，金牌的销售，所以你要代替 Grace， 可能你会辛苦一点，收银的部分让他们来交替。对，还有娜娜可能要再忙一点，因为你昨天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就是 fitting room 的所有的每次那些不要的衣服我拿下来，他们要的库存我拿上去。还有，我们一定要让 KOL 拍照，并且帮我们宣传嘛，大家一起帮个忙，行动起来。好。然后我们要把所有的 for try 放在这里，要告诉他们这是双十一的主题，所以有五折。袜子的买们2000送他们一双袜子。老板，他们穿 for try 吧。好啊。然后可以弄一个试衣间。OK。可以，成功。我有个想法，我想把其中一个模特放到门口，挂在他头上开业。Good idea。好，那我带一个出去了，就他了。但你可以画一个眼睛给他吗？好。放这吧。这奥特曼的眼睛，你这眼睛有点吓人啊。他叫 Wink。三角形的嘴，我们正式开业。开业了，开店了，兄弟们，造起来！今天我就当一个固定的收银。不，你看我都贴好了。你太辛苦了，我做吧，我来当收银吧。哎呦，不，还没有开店我们就来一把激情四射的羽毛球。我就这么想。那你们小时候不会有什么小游戏网站吗？从来不打游戏，我都在练琴。你玩过那个吗 ？Switch 的那个《分手厨房》，很好玩。清理一下这里，然后我们快点开店了。好。哎，这么快就来人，来人了。
Hello， 欢迎光临 Fortran， 欢迎光临 Fortran。Hello， 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双十一，所以这个系列的基本款全是半价。好，到时候你可以出来看一下。好，我今天其实想买，就是我想要进入时尚圈。你很时尚了，姐姐，非常时尚。真的 ，really？ 你很时尚，我觉得你穿什么都会好看，欧美的感觉，时髦。好，那我们进去看吧，先。你先往里走，我拿一个。你穿什么比较多呀？西装。西装。对，黑色，就是怎么显瘦怎么来。对 ，OK。我们这边昨天刚进了一些很好看的西装。好，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衣服啊？喜欢帅的。那这个大皮衣非常适合你，我觉得。皮衣，你确定我穿起来不像汪峰老师吗？不会，要不你就试一下别的。这种的版型也很大，会 oversize 一点。哎，可以啊，这个。好，有没有最大码？超大码。这个就是一件。哦，就是我们都是只卖这种，就是孤品。OK， 那我试试看。那如果我穿崩了的话，不会，我觉得跟你这个尺码应该差不多。OK， 好。你皮草喜欢吗？皮草，你觉得我看起来是比较适合穿皮草的？我觉得挺适合的。这里有一件，这个没有那么厚重，这一件，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不喜欢就不帮你试了就。好，我明白了。没有。那个这一件呢，感觉你应该喜欢穿这种。我觉得好好看，是吧？好看，这种搭白衬衫外面穿的话也很好看。对，就是搭在里面。对，哎，可以啊，我可以试一下。这个我其实还蛮想尝试的。真的吗？那拿，我帮你先拿着。好，我帮你拿吧。没事，我们来。谢谢你，人真好。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好看的。好呀，我觉得这个牌子很适合你。Provide， 等一下，我确定一下。这一件是 Private Policy。Private Policy， 对。哎，我觉得这个好看，是吧？哦，因为我很喜欢 oversize。这个我觉得可以配一套的话，套装最近也是蛮火的，我觉得蛮潮的。那这件我可以先帮你拿着，你可以一起试一下。可以啊。你喜欢穿这种运动装是吧？对，今天 hoodie 是打五折的。业绩还差15万，如果你要都买下来的话也不错。OK， 你可以看，我们还有很多饰品这边。哦，哎，饰品好看。对的。哎，这个你直接帮我拿了吧。真的？好的。还有很多钻。看到，感受到我是大客户了，是吗？喜欢，很像我平时逛街的样子。我不喜欢试东西。是吗？我也是。我就直接拿了，我觉得哎不错，然后我就买了。对。哎，那我觉得这些都不用试了，我觉得。不好意思，开玩笑。对，这里还有黑色，你看，像我一般的，我就是如果颜色这样，我就会都入了。对，哎，我也是。就搭配衣服很好搭，对吧？对。那我也帮你拿着。好。这个我也要。好。这个也要。这个我也要。要了。有品味。我觉得今天你有可能是最佳销售。真的没有，是他了，我是他的小跟班。没有 ，Cici 是非常厉害的。对 ，Cici 很厉害。他刚来，但感觉在店里有待2年的经验。那要不你先试这些。好。要不你先套一下这个外套。好。哎，这个衣服好看的，可以，我觉得挺这个衣服直接拿走，对，非常爽快。是的，我比一下吧。哎，我这样子试一下不就好了吗？好看的呀，然后配这个外套。我真没骗你啊，我想问你，你不用问，你穿上就对了。好霸道的店员呢。你就上下面穿那种啊，你搭个皮裤，黑色皮裤，黑色的皮，皮色的皮色的皮，而且你把头发就是披下来，这样我这样子好像包租婆。没事，我就不喜欢。我们还有另外一些选择。然后你可以搭个包，算了，这包还不在上面。没事。
但我没说。你真的想把我变成土匪？不好意思，又聊笑了一个顾客。谢谢谢谢，你觉得好看吗，娜娜？那个背心你品味很好，因为我们是我们妍飞自己选的。Yeah. 对，我觉得这个背心是好看。我现在就想到一首歌。如果我是一只火鸟，原因是哪位？没事，你不喜欢就可以脱下来。不是，我又觉得还蛮好看的，可是我就觉得我很像土匪。不会，而且跟你的指甲很配这件衣服。其实只要里面换一个内搭的话，我觉得是好看的，是适合的。我觉得这个衣服可以啊，可以啊，对这个可以。Cici， 你 OK 吗？你 OK， 他就交给你。好。没事，那你搭，好。哎，这个西装外套你要不要搭一下看看？对，我试一下。我也是懒得。这件真的跟我非常像。哎，这个西装外套好好看哦。这个蛮好看。哎，这是我的风格。这个蛮好看，而且你看它是这种，这边是就是不规则层次那种。嗯，这个我喜欢。是吧？我喜欢你身上这个裤子。那我现在脱下来给你，立马。这个外套我要了。要好，这个好看。天哪，太爱你了。然后他的裤子我不用了。裤子不用吗？对，裤子我觉得，哎，为什么你拿出来的东西我都觉得好好看？很好看，而且我比如说运动套装，然后呢我就搭一个西装外套这样子都 OK， 戴个棒球帽就比较混搭一点。嗯，我觉得这个裤子可以，是吧？对，然后呢这个卫衣也可以。好呀，好，那我就这些吧，我们去买单吧。好呀，那我先帮你把这几个拿下去。好。我第一次当 sales 今天。真的啊？对。那你很有天赋哎。我们前面还有一些我们 Fortry 今天运动套装，今天是50%，是吧？对，半折。我喜欢这个卫衣。来，我帮你拿下来。真的假的？我去后面帮你拿吧。我去后面拿吧。我们去买单吧。你们今天的作为也是在帮我进入时尚圈。你很时尚的。其实时尚就是每个人不同的理解。对。所以你喜欢就对了。我觉得你今天的那个气场，你绝对是我们录这么多节目里面买东西买最多。哦，我还以为是最时尚的。我还没说完。回家你就变得最时尚的。好，我一定会的。一共17,418。我们该送你小东西。好，谢谢你。我可以跟你一起用我的 vivo X60 拍一张照吗？好呀。我帮你拿出去。没关系，我可以，我拿吧。那你拿这个。拿这个。OK， 我帮你抱出去。好，谢谢你。很开心，这是我们第一个顾客，给我们打鸡血。你们店很好哎。好，谢谢你。到这里。好，那我走喽。谢谢你，拜拜。哇，好有意思哦。很有意思吗？哦，你喜欢吗？喜欢。我就把上面试衣间收拾一下。来了，今天是50%。你喜欢什么风格啊？平时？你看我的风格，其实蛮素的。所以我觉得你需要改变一下。对，今天来改变。哦，这件好看，这件好适合你哦。你的指甲库米做的吧？对，而且很配这个西装，里面也是粉。好像稍微小了一点。会吗？我不会。你看这个袖子到虎口刚刚好，我觉得。哦。如果再大的话，就会显有点脱了。
哇，这个蛮酷的。这件哎，蓝色蛮显点气色的。这个好像是 Four Try 的，这件蛮好看的。哦，好看，哦，好看，而且这个显得很利落。嗯，对。对，特别干净。最近已经开始独当一面了。有我四。Hello， 我带你进去爆扣哥。哦，好 ，OK。然后这些都是比较偏彩，因为我觉得你喜欢皮草嘛。对。穿搭就是还是我的标签嘛，因为我是爱穿貂皮的嘛，对吧？人造皮草，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彩虹的一个感觉啊，非常的 bling bling。啊，这一件。哦。哇，这个可以试一下。还有一件这个也很适合你。皮草我都是给你留着的。哇，谢谢。哦，我先试一下。可以试一下，你很适合这种。哦、对。啊，妖气baby。哎呦呦呦呦 ，Who is this person？ W two J A N G 爆扣哥 W D 王浩轩有 feel me？ 哦哇！哎，我可以跟你 battle 吗？可以，你要怎么 battle 啊？有 freestyle 吗？我不需要玛莎拉蒂，我也没有香奈儿 O L V， 音乐是我秘密的武器。I'm your favorite DJ GG Lee。哦，好，酷。那我就来一个经典的，好不好？ Okay. 大家都会。3, 2, 1，哎，哎呦 ，Everybody 在你头上爆扣 ，No fly， 我想要成为爱豆。哎，哇，酷。好 ，OK， 那 OK。我们要不要去看一下裤子之类的东西？因为我要去参加一个节目，你算我的师姐，你可以帮我选一下。哦，是七你三吗 ？Yeah， 对，Yeah。那个偶练一的。啊，师哥，好了，我刚才近视眼没看到。啊，没事。但是我建议，如果去参加亲礼的话，还是不要穿它去。是吗？刚开始去还是不要穿它，可能有点太炸。这个它很适合舞台。哦，可以。蛮适合的，很帅。尤其是亲礼的舞台。对。那我现在上去试一下。哎，好看，我觉得好亮眼哦。你里面搭一个白 T 恤。那有没有找一件白 T 恤？好呀。啊，还不错。这个包也好看，身上的这个。是吗？对，好看呢。那既然你说好看，就一块拿着嘛。真的吗？天哪，好，来，我帮你拿着。我一进来挑了好多好的。只要你穿什么都好看。哦。哎呦，这个也好看，哎，这个很好看，这个非常好看。晨晨，买单吗？一共是7460，一共是15430。你要不要挑个袜子送你？啊，好呀，这是满2000就有。这种好了。可以选一个袜子，这么好，一共是7249。哦，比我想象中的要，是吧？优惠很多，我们的价格还是很合理的。对，有空可以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关注一下我们小程序。有这些 KOL 帮我们宣传，相信我们线上的销量肯定会非常非常好。哎，陈少，你在喝什么？感觉有点意思哦。我这个是安利纽崔莱的汉本萃清润饮品，你要不要来一个？好呀。我这还有一个。嗯，清清凉凉的。嗯，感觉嗓子还挺舒服的，喝下去。主要这个汉本萃的清润饮品里面有中药成分，而且它养气又润肺，而且秋冬季节要特别注意，因为特别的干燥。
要记住润养，时刻养生，可以健康生活。看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新潮的养生小达人嘛，是吧？可以。拜拜。拜拜。辛苦了，你可以装一下吗？没有，你坐。累了吧？我还好，谢谢。是不是？不容易。不容易吧？不容易。今天没有 Grace 都好。好奇怪。说今天不来的，我假装今天不来。这是不是给我好吃？我已经看到他。是啊，这是给你带的好吃的。哎妈，我都愿望成真了。你提前也不告诉我，这是我今天看了名单，我说啊，这谁啊？林梦，我师傅怎么来了？是那个很高很高的，对不对？叫 Pop， 对，叫 Popping 的。伟霆哥，我师傅。Hello， 大家好。Hello，大家好。师傅你好。师傅辛苦了。Hello， 你好。哇，带着吃的过来。哦。对，我跟你们听说你们有一点那种穷困潦倒。对。我给你们带了点。谢谢，太气派了这个。这个全是你喜欢吃的。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烤鸭、榴莲，还有那个草莓冰。榴莲。榴莲在这可能没有人愿意进来。哇，我还吐了，吃榴莲。其实造型可以啊，挺帅的。你也挺帅的。嗯。走吧，师傅，你已经来晚了。啊，太过分了。我今天是真的来买衣服的啊。嗯。快，给我一点面子。你要，其实你喜欢，我们俩喜欢的差不多，所以我最适合你的，我就挑给你了。这个是蛮好看的，但是就是不是男款的感觉。这不用男款，就是送给你的姐姐们，送给你的姐姐们也不错。姐姐们，我哪有姐姐们？就是一些身边的姐姐。你先让我看看我喜欢的好不好？不是，都卖完了都，就这个夹克，你好像有，就不如这个送给就是说你的妈妈。听你的师傅好年轻啊，娜娜。Hello， 你好。雨欣现在是我的师傅，雨欣也教我跳舞。啊，是吗？你想要看一段吗？那可以啊。没有，开玩笑。师傅，啊，都买空了都。哎。这袜子要不来一打？来一打。这帽子还可以，说实话，还有哥特的。这头巾要不要来一个？都拿走吧。我抱你。这就扣了。都拿走吧。You what？ 这个呢？这个我也要。这个要不送给你的妹妹？这个要不送给你的妹妹？我哪有妹妹啊？送给那个谁？女朋友。哎呦！我哪有啊？哎呀！这是身边的小朋友，这很好卖，这最后一个了。哦，真的，我觉得那个妹妹应该喜欢。你没忽悠我啊？那个小妹妹，好，走吧。哎，这个适合你师傅。我真没骗你，这个卖的最好，这真的好看，我想要了，我买不了。你现在很会啊你。你先套一下，你感受一下先。哎，还可以啊。可以啊，这个很好看，而且你还可以拉开。对。你先拉开，虽然拉开也温柔一点。你们俩这互动，我要笑死了。
你不用考虑了，我觉得可以。哦，我觉得这件我要了，这件我要。走吧，我在扶那个老师傅走。你是怕我摔倒了是吗？哇，哎，你走这楼梯，你平时走这楼梯小心点啊，这楼梯有点陡。好的。危险往往都在你没有危险的时候才。OK。哎，这挺像你的。哎呦，这个就是相当的不错，明白。你知道我从来不会有这些玩具吗？对吧？伟霆哥，我师傅，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推荐那么贵的给他。我上来帮你吧。嗨，师傅。师傅，你过来给我推荐来了是吧？我感觉有一种不能放过我的感觉。没有没有没有。哎呦！我介绍一下玩具吧。是这样的，我是从来没有玩具的人，而且我是，手机里一个游戏都没有的人。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有点那种，有一点感觉不感冒。那你有女朋友吗？你有女朋友吗？没有没有。知道为什么没有女朋友吗？为什么？因为家里没有放了这个。没事，师傅，不必强求。那这么说，你一定有很多女朋友。不想。不想，不想。OK， 哇！所以你看到也不敢骂是吧？对。好了，我考虑一下好。上面没了，那我就没有什么太适合你的了，感觉。这个楼梯真的要慢点走啊。没事，都已经娴熟了，现在真的可以飞，轻功飞下去。这楼梯有点陡啊，你小心点啊！我跟你讲，危险往往都在你觉得就是知道吧，没有危险的时候才有。小心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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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您别念了，求求您了。这个哦，这个其实还可以啊，男人都可以穿，而且男女都能搭的感觉。我试一下，你试试吧，这可以，刚好。这件很好看，我昨天上身穿了，非常好。对，男生女生都能买。我感觉到处都是推销的声音。这不是推销，这是真实的。空气里弥漫着。真实的，真实的。这里面就是所有的感觉，就是，这就是这个店的基础款。然后今天打五折。打五折。灰色的我要一套。好，裤子可以啊，平常569，今天200多。那我要两件，我带给我的兄弟。好。哦，这衣服还真的蛮好看的。对啊，就是看上去好像没有穿上去，就穿上去比看就是。你不用多说了，我给你整个水吧。就穿。我来，我弄好了。哦，太贴心了。哇，谢谢谢谢谢谢，太贴心了。你们真的太体贴了，倒的水都是热水。我去仓库给你淘淘货，不如你来看看吧。自己人，你来这看看。我这不好吧？那有啥不好的？你来看看。不合适吧？有啥不合适？没啥，啥也没有了。辛苦了。这什么东西啊？这是西装吧？淘到一件。哎呦，但是太普通了，对你来说太简约了。哎呦，我就早知道我早点来了。对啊，你咋这么晚才来？卖完了都，这生意有点好，有点不习惯。我觉得这个你帮我买回去吧，给那个朋友，共同的朋友，好事。对，还有什么你觉得我们的朋友可以穿的？我看看啊，师傅没有师母吗？没有师，只有师傅没有师母吗？肯定有师母吧？暂时没有师母。啊，没有师母吗？有师母的话，可能就是花钱就乘以二了。那我给你来结个账，一共是15件，你点点。哦，我点点，我的妈呀！一二
三四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对，一共是13693。师傅，你的卡和你的小票。好，谢谢。土地互送给师傅出去。互送一下师傅，祝你们大卖啊！谢谢 ，Thank you。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好，辛苦了，拜拜，加油加油，拜拜拜拜。拜拜哎，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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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推销的可以啊。这都没推销，因为我太知道你要什么。是，直接带我去那个我要的地方。但是已经没有了，要不然你今天可能会消费大概就15万。我们今天业绩需要达到15万，幸亏没了，不然的话，哦，你们还有业绩啊？这样我们就会在，就是我们可以提成5%，当我们的生活费。所以你刚带吃的是非常那个，确实是有点穷苦，但这几天还行。我的妈呀，好吧，那你加油啊，你照顾好自己啊，多吃饭，早睡觉，然后那个上楼梯小心一点啊。行，那楼梯真挺危险的。行，拜拜，师傅。回去吧，回去吧。行。拜拜，拜拜，注意啊，别撞那个门上。我这危险往往都在你没有危险的时候。妈呀，他怎么买一大个，买了一个榴莲？你爱吃榴莲吗？哎呀，他，我以为他是把它拆开，他买了一整个。还得自己剥开，最后。晨晨，你要尝个辣的吗？好吃吗？好吃，但没有很辣，一点点而已。你要吃辣的吗？哦，我。你要不要先吃两个？我的腰好痛，这是什么东西啊？你师傅走了？走了。我好喜欢他。真的吗？嗯。介绍你认识一下。你今天是修音员吗？对，欢迎光临 Fortune。哎，这个 A on A， 对，是我的，是你的品牌吗？对，他设计师。Hello， 你好。Hi. 他是 A on A 的设计师。哦、oh. ，你好。今天好像没有 A on A， 没有吗？你也可以看看你们的竞品好吗？好。我们放了很多你们设计师的东西，我们最主要是为了国潮出一份力。你们就是不是有一种不能支持其他品牌？也还好啊，都是朋友。我可以随便买。我平时也喜欢买一些小东西。哦。今天要不要买个熊？这些熊都可以卖吗？对啊。我就等一个顾客把它买啊。我还蛮喜欢这。啊！我又看到一个 Andy Warhol 的 Fabric。啊，这个我喜欢的。搬一个吧，这一次搬一个吧，明天晚我买。不要被卖掉啊！你是我的。怎么了？我还蛮喜欢他。这就是 Andy Warhol 的那个。对啊，我之前放了一个 Andy Warhol 的画的那个 print， 然后我就说留下来，然后我要买。然后呢 ，Private Policy， 的设计师来了。我要 Andy Warhol 的。Oh my god！这个真的还蛮不错，刚才上来就看到它，我想要买这个。哦，没有了，我没有了。这只是一个巡回。我送你们一杯咖啡好吗？试一下我的。好啊。哇！如果你不买，伟霆哥就要买。对，我没有骗你，真的我会买的。试一下我调的麻辣咖啡。所以麻辣咖啡里面加的是什么？不告诉你。
一千盒。老干妈吗 ？No， 老干妈不买。哦，就是我们第一集开的时候，我们用了刚才说的 Daniel Awesome， 然后发财的概念打麻将，然后我就觉得要做一个关于麻辣的东西，因为四川嘛。对，然后就调了一个麻辣咖啡，里面的咖啡豆都是我自己出的 ，Cannot Wait 的咖啡豆，都是你自己出的。对，对，你可以再看一看，我带你走一走。好啊。哇，十二万了，现在还没算 Beer Bridge。Yes， 做到了，破了十二万我就开心了，破十二我们要进步。咖啡好了，真的有花椒的味道在里面。你喜欢喝吗？好喝，很特别的味道。这一套我蛮喜欢的 ，Private Policy， 啊，它就可以搭一起。啊，这点我觉得蛮顺。你比较喜欢踩一点，对不对？对啊，它的点就是在它的小熊，直接带回家吧。这种灯芯绒今年比较流行，它这个包套性价比挺高。这件好好看，他跳的衣服真的还蛮适合我的。我很会吗？好，谢谢。你们是一块还是分开？分开。分开。13850，一共是6403。拜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谢谢。啊，终于收工了。这么迷你啊，这还挺方便的感觉，太舒服了。还差4000就15万，我自己买，真的可以15万，我也可以自己买，我也买。对我来说是15万了已经。主要是今天的 KOL 们这个客单价都很高，所以我们才能卖这么好，对吧？哇，拜拜，拜拜 ，OK。谢谢闫飞过来的帮忙。钱进账了，看多少钱。7284，现在余额有19856。可以吃好吃的。所以今天我们吃的好的。我们打包点东西回去给萌萌。好。等一下，我下午晚点，我有些工作，我不能陪你们去。好。啊。对，我可能在这里就跟你们先结束了。好啊，辛苦了。我要走了。我先送，谢谢，目送你走。关，你还真以为我现在需要把那个现实告诉你，是有钥匙操控的。是谁？钥匙在谁手上？没有，自动的。我都要走了，你们可以告诉我了，哥。星星，你都要走了。走了，拜拜了，辛苦了。拜拜，谢谢你了，辛苦了，太棒了，太棒了。我们下一次再见。嗯。我走了，抱一下，拜拜。你得跟我们每个人都来一个再见的拥抱。对，拜拜，拜拜，拜拜。我们下一次见，拜拜，拜拜。你有你有吧。好。今天我是真的体会到当 sales 是什么感觉，比我想象中要好玩很多很多。
你不用问，你穿上就对了。好啊，买了。然后我被刘雨欣老师的嘴皮子征服了，哇，刘老师有点东西的，真的。Hoodie 是打五折的，平常卖的也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是赚到的。美妆的一定要穿的就是很火辣，那我觉得这个牌子很适合你。而且店里面的衣服基本都空掉了，好满足，好有成就感。我觉得我今天也是在实践了，就是模拟如何要当一个主理人，因为我本身就是很想自己做主理人。这些都是可以选的吗？对，全部都可以选。你们会带 walkie talkie？ 必须，今天要，因为少了一个人。这些 Bare Brick 也卖啊？对，卖的。但伟霆哥哥他也说了，他说他自己就算当老板，他每一个细节他都要盯的。反正这两天 CC 是非常开心的，然后也感觉跟你们学到了一课。你真的是一个好的上司。高恒，小萌，上去找下萌萌。小萌，你今天一整天是不是躺在床上？怎么样？我可以讲话了。好一点了吗？好点吗？给你个好消息好吗？今天买多少钱？15万。真的假的？对，你在的话就能创造更多了。对，下一次再到20万。好吧，那你休息吧。你休息吧，明天再说，明天要好起来了。你多喝点热水，排毒的。我觉得你这应该没有窗户吧，你应该透点气。开个门吧。对，你的病毒就是来回，哦，有透了。开个门就这样。那这蚊子不会进来吗？这纱窗得来一个吧。给你开着门啊，透点气。我们总结一下。好吧。哎呦，真好看！你这身衣服，这是 Cannot Wait 吗？哎，真的挺好看。辛苦大家了，今天其实我们少了一个成员，也可以冲破了本来我觉得不可能的数字。我觉得是可以冲到15万的，但我也没想到 Grace 今天会不舒服。然后当时候我觉得，哎，可能。又回到我们7-8万的时候，最初的起点。对，因为小程序过来阅见的人比较少，现在只有10几个人。但是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大家真的为了我们 For Try 真的付出，就是让我感觉不像是一个真受的感觉。这段时间看到大家的全程投入，我自己也非常感动。怎么讲得像最后一期一样？不是，就是有感而发嘛。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大家要保重身体，就是发觉原来身体不好不健康或者病倒的话，那我们就要停工。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吃维他命，然后早点睡，睡得好一点，然后我们继续把我们For Try 之旅继续完成到底，然后希望线上我们可以真的冲破，碰到1000万，对，能碰到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超稳微云台夜色更精彩，本节目由 vivo 蔡司联合研发 X60 系列冠名播出。超稳微云台夜色更精彩，本节目由 vivo 蔡司联合研发 X60 系列冠名播出。自然营养，自然健康。本节目由潮流健康合伙人安利纽崔莱诚意安利。打开 For Try 小程序即刻享购节目同款潮品。上天猫搜索 For Try 官方旗舰店，解锁联名新款，开启潮流生活。上微博参与潮流合伙人话题讨论，与节目嘉宾边看边聊。我们明天有一个音乐主题的概念，是希望他们在网上宣传我们的货。
I would dance like I would pop it fresh. We would drop top five, but would you quit? Blah, blah, blah. I'm a last make a rocket. You know it so well. 你准备了一首歌，你自己上去 solo。你别逗了好吗？开真的没有逗你啊。No， 你看他们唱歌都那么好听，你让我上去唱不就是现眼了？我不要唱歌。你给我穿好你！你要笑，哇，一头牛！半悬头顶的天色已在瓦解，太阳清晨咋还不能抽美啊？陌生的脸隔佛像，我口在反常，好你的侧影，我高望着头。感谢收看爱奇艺 vivo 潮流合伙人二，来参与潮流夸夸吧，赢独家 4Try VIP 会员联名款限量卫衣，电视大屏看潮流合伙人二就用奇异果 TV， 来 4Try VR 云探店解锁全新潮流空间，探秘合伙人的潮流日常，爱奇艺专属流量，随时随地想看随意，来爱奇艺创作中心上传你的穿搭靓照，一键生成潮流大片，发现潮流新玩法，解锁更多潮流信息，尽在爱奇艺泡泡，用奇异 VR 巨幕影院追潮流合伙人二，走潮流前线，做无畏青年，来八大 APP 一站追番会同号，分享跨次元潮品，赢周边礼品，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参与潮流合伙人话题讨论，与节目嘉宾边看边聊，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潮流合伙人，了解节目更多精彩信息，上百度百科看短视频，快速了解节目信息，尼龙中国青年兴趣爱好全媒体平台，尼龙青年抱成一团，界面新闻提供知识与价值给每一个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人，登录凤凰新闻客户端看更多节目有料新闻，上爱回收一站式以旧换新，旧积底钱，花钱少到手快，打开搜狗翻译 APP 搜索 4Try 赢潮流合伙人专属好礼，风格灵感态度，我的时尚指南 J-Style 精美精致美好生活 SG 精品网，感谢微博微博台网微博综艺新浪娱乐微信百度百科新浪新闻客户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云听快手 Nylon 尼龙 Kicks 1626 YOHO Girl 时尚芭莎 Nori Now Her 我们的街拍时刻时尚新娘 Wonderland 中文版精品网 J-Style 精美 APP Youth 幼时成都娱乐帮天翼超高清好看视频网易有道词典 APP 搜狗翻译爱回收京东放吉 Zucker 闪萌表情 OWAT 鱼罐头中华万年历通明传媒爱上海搜狗输入法街店豆果美食界面新闻客户端江西新闻客户端影视头条月头条一点资讯引力资讯超级新网观众网星域网看看娱乐茄子全场 APP 茄子日报 APP 犀牛公考 APP 猫扑娱乐环太娱乐小白娱乐诚心优选十七 APP 金家 APP 活动型 APP 鱼火娱乐咸鸭蛋生活异样飞行银护帮看漫画神漫画爱优漫火星小说火星女频猎聘房间下存房分子 APP QQ 超级粉丝团美美娱乐吃瓜不堵香蕉皮饭爱豆超级新饭团爱豆 APP 飞熊娱乐猫眼大明星 Full Fans 娱乐三六零娱乐大饼营鱼丸 APP 偶像请回答成果娱乐智娱 APP 黑鱼 APP 饭娱乐 APP 方糖娱乐黑河 APP 眼科 APP 一直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干嘛呀？为什么会这样的呀？我们该不该为了别人而拒绝自己？酷，到底是一种形式，还是一种态度？